75岁查尔斯龙颜大怒，把哈利一家轰出王室。我不是软柿子。英国王室格局风云变幻，自从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各种势力都蠢蠢欲动，其中最嚣张的就是哈利一脉，仗着自己已经不是王室成员，不断爆料和抹黑。王室专家利奇康迪在携手共度短暂人生节目中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查尔斯国王现在正在气头上，直接收回了弗罗格莫尔别墅的使用权，意味着哈利在王室没有立足之地。导火索还是自传备用的出版，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少王室专家也认为，查尔斯这回龙颜大怒，已经对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下了逐客令，不希望双方再有任何瓜葛。丧失了弗罗格莫尔别墅的使用权，标志着哈利正式被逐出王室，这简直就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虽然梅根夫妇积极做慈善，但是王室形象已经彻底崩塌，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社交名媛利奇康迪认为，查尔斯这回是铁了心，不想给哈利任何后悔的机会。这回出手快准狠，让我们感受到帝王的杀伐果断，原来查尔斯也有这么狠辣的一面。此举展现了查尔斯的真实实力，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评。5年前，哈利将梅根迎娶进王室，弗罗格莫尔别墅是他们的婚房，对这里有深厚的感情。弗罗格莫尔别墅一共有10间屋子，价值约240万英镑，内部装饰奢华又温馨。如今时过境迁，哈利跟王室和地闹翻，唯一的不动产也被查尔斯收回，看来双方的宫斗一触即发。这样的做法看似不近人情，但是却得到不少英国民众的支持。他们觉得正是因为查尔斯太过心慈手软，哈利夫妇才有恃无恐，做出了很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不少王室专家也很欣慰，认为查尔斯终于控制住了局面，龙颜大怒后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显然这只是个开头，之后查尔斯还有其他大动作，会给哈利夫妇一点颜色看看。75岁的查尔斯年事已高，不光要连轴转出席公务，还要跟哈利一家斗智斗勇。如今看来，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苏塞克斯公爵夫妇频频作死，民间支持率只会越来越低。去年梅根夫妇回到王室，在弗罗格莫尔别墅短暂停留，期间莉莉迎来了1周岁生日。如今早已时过境迁，哈利跟整个温莎家族已经形同陌路，实在是又可怜又可悲。王室专家皮尔斯摩根也认为，查尔斯的做法很明智，只有快刀才能斩断乱麻，如果继续仁慈下去，只会助长梅根夫妇的嚣张气焰，并且给王室带来不可逆的伤害。如果哈利真的就此被逐出王室，那么查尔斯就是铁血之王，民间支持率反倒会提高。作为一个老父亲，查尔斯国王已经仁至义尽，作为英国的君主，必须对哈利一家采取强制措施。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在王室利益之上，查尔斯深受女王的影响，会把责任和义务放在首位。因此这回的雷霆行动，不光没有损害自己的形象，反倒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只能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已经花光了所有的运气，巅峰之后必然会走下坡路。事实证明，查尔斯并非软柿子，不会继续心慈手软下去，已经开始处理君主制的威胁。查尔斯此次铁面无私，不光在王室树立了威信，而且还为威廉王子继位扫清了障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地球离开了任何人照样还会转动，梅根夫妇简直太把自己当回事了。